封了好几个区，就是将来到了火星，你比如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怎么生存，人的住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地方进行科学实验，是吧？做哪些更有价值的为我们地球人服务的科学实验的场所，这些都有。好好好，可以，对，感应到。其实是两个原因，这个气压就整个会改变了，所以如果你这实际就给孩子们亲临现场一种感受，让他真正感到这种高科技能够引领我们社会前进。